我像不像飞机女佣啊？啊！哎，我们一会儿怎么去试他呀、啊？首先给他做这个软垫子，如果他是超人的话呢，这些飞镖给他一做就会弯的。嗯，不对呀，我上次用棍子打他，一打就晕了。哎，他可以假装的嘛。如果有生命危险，那就不同了。所以等一会儿啊，你就借故把他推下去。如果他是超人，他就会飞。哇，如果他不是，那就是死定了。那活该，我才不管他死活呢。Hello, come in, please.我的菲律宾女佣 Monica。Good evening。哇，真健美。随便坐。坐啊。好啊，张老师、嗯，你干嘛无缘无故请我吃饭？想请教你减肥的方法。其实以你的身材也不用减肥啊。Hi, Miss Zhang, 帮忙开饭了。对不起啊。什么事啊？我这个哨子吹不响、啊。我给你修修。嗯。没事啊。啊！石昌飞，可以吃饭了。啊。哎哎，这边这边。嗯。嗯。你干什么？表演口技啊！我吃了个哨。嗯，你肚子那么饿啊？那快点吃饭吧。嗯？难道他真的是超人？啊！吃饭。嗯、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你吃饭喜欢来这套？哎，不是啊，磕他了啊！你的脚趾头很灵活。嗯，脚趾头？什么脚趾头啊？你在胡说些什么啊？嗯，你的脚长牙了。啊，嗨、啊，怎么菲律宾有食人族吗？莫妮卡的脑筋有点问题，你不要怪他啊。怎么会呢？哎呀，哎呀，我的被子掉下去了，你快帮我捡回来。好，我帮你捡回来。啊。哎呦！哇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飞呀、啊！你飞就行了嘛！我哪会飞呀、啊？快点拉我上来！你说什么？原来你不会飞呀、啊？我当然不会飞了！完了，莫妮卡！救命啊！快点来帮忙啊！救命啊！哎呦！你开这种玩笑，我的妈呀！不好意思。Thank you.